这些年，我在北理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还有清华园，一直从事先进能源动力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我也在思考，读了这么多年书，到底要用在哪里？是留在国外发展，还是到企业创造经济价值？后来我想明白了，要像钱学森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那样，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科技强军贡献力量。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伴随着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深化，一大批有志青年穿上孔雀蓝，汇入绿色方针，在行政管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医疗卫勤、勤务保障等岗位大显身手，挥洒汗水，激扬青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永远忘不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时，作为文职人员方阵的一员，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封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军队工程兵专业的责任使命。我会永远珍惜这份荣誉，时刻保持冲锋姿态，用我的专业优势为部队培养更多的工程尖兵。博士毕业后，我光荣地成为陆军军医大学文职人员。在这里，我有了科研团队，有了专项基金，有了专门实验室，承担了一批重点科研课题。当高胆红素血症研究取得突破时，我最先想到的是把它应用到战场救治。军事医学天地无比广阔，作为官兵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我要瞄准未来战场，研究更多的成果，服务部队，保障大营。当我们完成诊断的时候，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方向和位置。从军官到文职，从博士后到军校教员，无论穿什么服装，在什么岗位，初心不能改，本色不能变。我要扎根三尺讲台，为部队培养更多的打仗型军教人才，为锻造新时代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贡献力量。我从教15年，教过学员近万名，一大批已经成长为营团级指挥员。看到他们在火热军营淬火成钢，在练兵一线建功沙场，身穿孔雀蓝也可以服务备战打仗，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文职人员是现代军队的重要人力资源。文职人员制度改革对于优化军队人力资源结构布局，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新条例鼓励脱产参加学历升级，实行社会化、货币化住房保障政策，享受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享受探亲休假、探望慰问、困难救济和子女入托等，充分保障了文职人员的权利权益和福利待遇。新的文职人员制度健全完善了招录引进、职业发展、激励保障、退休管理、军地协调等方面政策，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我们大学共有1000余名文职人员教员，在教学科研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新的文职人员政策颁布实施，我们还会引进更多的社会优秀人才，为建校育人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新的文职人员条例明确，管理类、专业技术类文职人员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文职人员制度更好地融入国家干部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文职人员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政治地位。选择成为新时代孔雀蓝方阵的一员，不仅是选择了一份职业，更是投身了强军事业。新条例明确管理类文职人员岗位职务层级与文员等级并行制度，专业技术类文职人员实行岗位职务层级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管理制度，拓展了职业发展空间，激励文职人员长期稳定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这几年，随着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深入推进，一大批社会优秀人才加入陆军文职人员方阵，他们在抗击疫情、联演联训、出国维和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有700多人获得军队和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或入选国家和军队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文职人员正以崭新姿态登上新时代强军舞台，逐步成为我军重要新生力量。我是通过直接引进高层次人才渠道加入文职人员方阵的。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优渥的工作生活环境，拨付科研启动资金，发放安家补助费。新条例明确对高精尖缺人才可以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市场化薪酬制度，还允许享受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等，有利于提升待遇水平，增强职业吸引力。学习贯彻二十大，奋进强军新征程。新的文职人员政策落地，文职人员队伍建设发展展现了更加光明的前景，迎来了无限美好的春天。改革势能启动新引擎，汇聚英才，共筑强军梦，让孔雀蓝在如虹征途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书本课堂所学，怎样学以致用。国家由大向强，我辈如何担当。今天如何选择，未来还能无悔。我选择，我选择，我选择孔雀蓝。从南昌城头走来的他，继往开来，奋起一流。让曾经小米加步枪的他，当多起营，焕与心扉。让守卫广袤陆地疆域的他，全域作战，立体攻防。建设一流陆军，制胜未来战场，不仅需要精兵强将，也呼唤优秀的文职人员群体，选择孔雀蓝，共圆强军梦。新时代，新征程，新型人民陆军，需要你的加入。文艺强军，只等你来。我是吴敬良，我是刘世磊，罗旋、王娜娜、张志文、王在莹、魏延、赵子如、方文琼、赵海翔、吴萌、上官经文、樊慧、林渊野、郭鑫、蒋同心、李阳。我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江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学。因为热爱，所以选择；因为信念，所以坚持。加入孔雀蓝，与强军新军同行，我们不负韶华，奋进一流。
加入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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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向未来。